也就是肩周炎哦，是指这个哦，哦肩周炎，或是侧胸，就是乳房哦侧面正在痛的，这个也可以治疗，哦，有这样的症状的可以举手。您跟各位讲一下，你肩膀哪里痛？肩部。我的肩部这个部位疼，这个地方疼。哦，好。好，确定。还有一会儿这个。哦，侧胸哦，他都有、哦。这个是我们的标准患者，因为他这里腋下到侧胸，一般侧胸女孩子很多有了。他这种病，他们一般都怎么找妇产科？我在诊所就遇过太多了，甚至痛到会去照乳房摄影，看有没有长，有的没有的。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从这里揉一揉了，他这里都会立即消失。所以像这种都是属于怎么样痛伤筋伤了才会痛嘛，所以不是乳房长什么，长什么不会痛，所以我们一直有什么观念都要去找有实有的东西，其实那种实有的找不到啊，那个都不是产生痛的主因，反而是照不到的筋才是会产生我们痛的主因，这样大家了解吧。所以以后不要头部痛了就去照超音照什么断层扫描，看脑袋里面有没有长什么瘤，啊，万一不幸的又长出来了，又有了，你会把影子当作本尊在处理啊，有些割了还是一样痛，我这种案例还蛮多的，好，所以是像这种你也不用去找妇产科去找答案，那里没有答案，痛的地方找不到答案，它的答案一定是在这里。好，那你这样多久了？有半年了。半年了是吗？好，那。这里有没有治疗过？没有，没有，反正都自己揉一揉。你揉哪里？我就揉这儿。好，大家有看到了哦，他是这里痛，所以揉这里；他这里痛，所以揉这里。那揉了半年有没有好？不好，不好哈、哦。他证实了一件事：哪里痛哪揉哪里是不会好的，也就是影子怎么揉是不会好的。这个就是我。昨天放延期的、哦、那一段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下才悟到所有的痛都要有一处固定的起源处，而那个起源处不在痛的地方，对不对？痛的地方就是影子，我们一定要找到本尊，还记得昨天这一段话吧。所以他这样也正，所以我说你只要从患者的身上聆听他每一句话，在每一句话里面其实都有答案了，也就是你想他按了半年为什么不会好，因为按在影子，那他的本尊在哪里呢？来，大家你转过来，他的本尊就在这一条线，这里上来然后弯过去，这里你只要把痛点揉开了，他刚刚这里痛，对不对？对，你刚刚讲还有腋下痛，哎，还有侧胸痛，就是我说的女孩子都会去照乳房摄影，这里痛通通属这一条管，你只要把它揉开了它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那它刚好好像都有，肩臂也有，腋下也有，侧胸也有，那这一点来管你到哪里呢？肩上就是在这里，还有前肩这里、哦、肩部前面啊，刚刚还有一个肩周炎，就是怎么样，有些人会痛后面啊，如果痛后面处理哪里呢？刚刚那个有讲旁边找怎么样，中间，所以一定找脊椎，所以你要看肩周炎是痛哪里，不要以为都揉这一点就会好，万一它是痛后面，你揉了它就完蛋了，就揉到影子去，揉到影子去不但不会好，你又大力揉啊，我看还会发炎。就有一个 case 就是这样，在医院的打扫工，结果就是肩周炎，那医师说就揉这里吧，一揉一个礼拜请假不能来上班，我看到我才问，原来他是痛后面，我从这里一揉马上就可以恢复打扫了。所以你要找到原始痛点。好，那我现在来给大家看，您是哪一条手？这里。好，那我就揉这一边。好，我背部也痛。你背部也疼？背部都痛。如果这样继续揉可能做不完，我先把它，你背部这里哪里疼？我不是，你说你背部哪里疼，我如果可以顺便帮你处理一下。背部都你烂了，这里是吗？你要按半年多没有好。
我干脆顺便帮他做，因为他上一节就出来，我答应帮他做，我一想到了，他已经在排队，好，那就做吧，好，这里疼吗？好，这里疼不疼？这里呢？这里呢？这里都还好啊，那你的背应该还好，哦，这里疼是吧？好，那就处理这里。那这一边我帮你看看，这一点疼吗？这里疼啊？这里也疼是吧？好，这里疼不疼？哦，这里也疼。它一般是痛右边啦，现在我揉的这一边在疼。哎，左边还好，这里疼吗？哈，哦，这里很明显。好，好，我再看看这边疼不疼。哦，这边也疼。好，那我顺便帮你解决。好，好，这样背部我们就先处理好了，我再帮他舒缓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肩部，哈，肩部他感觉还有腋下，还有前侧胸，这里是不是疼？哎，这里也应该疼，对不对？那你记得方位了哈。好，你都是上面有问题，对啊，我看你腿还不错哈。腿可以，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我看走路还蛮快的。那就是上面痛。哎，这里是不是也疼？啊，这里疼呢？这里比那疼轻。这里也疼啊？疼的轻。哦，轻啊。哦，那这个上面疼，疼的比较重。好。这里就好，对，这里好，把它这样好。今天家人有没有来学？有没有家人来学？有哈，好，那你回去就告诉他们揉，帮你揉这里哈。哎，好。好，这样我们就好了。那我现在帮他再舒缓一下。那您慢慢起来吧。好，你感觉看看，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好，这比那轻松多了。是啊。啊，一刚找到这时候，我这身上这现在都出汗了。哦，是啊。啊，好。一疼的都出汗。哦，是。啊，现在这个可以背了。可以了。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转过来。啊，你这里侧面还会痛吗？这里摸摸看。那现在摸着不疼了，不痛了，这个地方也不疼了哈。是啊，好，确定了哈。他背部是不是也比较舒服了？这比那舒服多了。所以，好，不错，不错，好，可以。